皮肤老化有可能合并下面的脂肪、肌肉或者是骨骼老化的过程，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说它也有可能下垂、松弛、细纹或者是其他肤质的改变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它的问题一一去搭配，然后帮它设定一个复合式的疗程。速电压力提线它一个最大特色，它是可以帮我们松弛下垂的脂肪去做一个位移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治疗。那一般来讲我们有很多的治疗，譬如说我们有电波拉皮、音波拉皮，或者有很多的注射，理论上都可以有拉提的效果。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，因为你靠那些东西它没有一个实体的线材去做一个支撑，那你只靠其他的仪器或者是其他的注射，你要达到一个真正位移上的拉提是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说做一些凹陷处的注射，但是最好也把它一些下垂松弛的脂肪去做一个位移位置的调整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它整个形状整个线条看起来更完整，而且会更好看。如果说你的买的价格特别低，其实也要小心，我们要辨别是不是拿到的东西或者是注射的东西是不是正货。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去看，第一个我们从它的盒子本身，它这边会有雷射标签，有 QR code， 然后另外它会有中文的标示，这都是可以判断它是不是正货的依据。